场的于老师创作欲有多强。我想的是你想的是放在那边是不是？对啊，直接拿出什么味道啊，小小发发这样的饭谁会做那面？好好好，这火车站上都这么拿的面，这怎么走啊？不是我意思你觉得你倒出来你就躺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那你等会儿还会有那个三十五啊，也可以也可以，对对对对，哇，就这样排。别拍一个就只有我们声就行，连我们人都没有，拍影子拍影子特逗你知道吗？特别逗，就比如说就有房间放进整个一个房间，然后也看不上我们人，就我们仙儿在那说，哎，我穿枕头高吗？怎么怎么，要不再高一点？那你们直接下下场换衣服得了。哎，就这个意思，直接穿同件嘛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直接对观众说吧，懒得理你，行不行？反正回头情绪不对，给你删掉。哎，对对对，有多种那个。